女警玩吞槍食大麻，呢位 Madam 呢頭食大麻，嗰頭又扮吞槍。影呢啲相嘅佛羅里達州女警 Lisa 細估唔到會俾人放上 Facebook， 而 po 相嘅人正係佢嘅分居老公。老公話 Lisa 為咗融入男人話事嘅警隊，行為越嚟越激，唔單止喺當家嗰陣時影呢啲相，仲唔介意男同事 send 埋啲核突相、電郵同埋短信俾佢。佢話老婆為一份工完全變咗另一個人，結果兩公婆嘅關係就越嚟越差，最終搞到離婚收場。俾前夫爆大鑊嘅 Lisa 隨時飯碗不保啊，因為警隊已經將佢停職調查啦。